报名吗？咦 ，OK， 哦，我们今天好，我的队，好，请上来，请上来，大家都年轻人哈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滑步机的那个对抗，就看年轻人会多不给这种年长，对，或是看一下金克尼亚多神奇，给任马这个神奇的魔力，好，来，还有人吗？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来，年轻人，来，来，上来，上来，还有，哦，你要吗？哎。舍利亚这边有一位，这边一位了嘛？对，然后刚刚两位了嘛？对，然后刚刚这个举手，马尾妹妹，好，来来来，你上来，然后呢，来来面对我还有左边，还有参加过我的那个、啊、跑步的那个，哦是哦，有参加过非常没有上票，哦有，看一下，哦王老师，哦 ，OK OK， 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年轻人组成的一个，来来挤过来这边。没有，你们只有他。对，没有。啊，佩佩姐，来，白衣少女，对，白衣少女来啦。好，白衣少女来，请上来，注意安全哦，来上来。注意安全啊。对。抓短的也可以。要按这个。对。对，按绿色的开始。然后你要抓短的也可以，哦，都可以，看你们自己，注意安全哦。好。我们要来计时。任马准备好了吗？有没有获胜宣扬跟大家？开心玩笑，信心十足啊！哎呦，好青春，你好活力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白衣少女来，我们差一点啊，差一点。我年轻，他说我年轻。好，我们就来 PK 喽。绿色按钮，现场计时开始。第一棒30秒的时间，加油！我们看一下右边的数字，等下会跳，等下会跳。有了，一代表，哎呦，哎，注意安全呐！啊，下十公尺了，我们这边下十公尺了。啊，我们这已经也20了，40了，我们也40了。60，我们这边60了。啊，小心。80，我们60了。80，好，我们也80了。5、4，来准备慢慢加速哦，慢慢加速了，加速了。好，减速，来注意安全。继续计时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多少？110公尺。我们这边120公尺，略胜一筹。来，我们第二棒，请上来，注意安全哦，请先上来。好，一样呢，现场计时开始，30秒哦。我们等一下以数字，哎呦，年轻人给点面子啊，年轻人。其实这样子，你不觉得这个姿势啊，滑起来就是？真的有比较稳重，对，我觉得小心啊！哎呦，我们已经140了，我们这边已经190了，哎呦，160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对，最后一棒你知道怎么做哈？不要让任爸不开心，好不好？170了，好，可以慢减速，停，好，slow down，来，小心，休息一下，小心，来，注意安全，第三棒，谢谢，来第三棒哈，你就空踩。踩空气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动，你就 slow motion。没有，我们这个是公平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了，舍利亚都输了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让运动加精神，逆境解码。哦，别让大家看到，达到目的就好。OK。哎，舍利亚，你这不是有年纪？有可不可以访问一下？看起来好年轻哦。我已经50岁了。哦。下去好，不然我怕明年就换你代言。太可怕了，这危机意识了吧？也真的很好哎、欸，好，那我们来见识一下这位姐姐的脚力如何。第三棒，漂亮姐姐跟年轻妹妹最后一棒的对决。好 ，OK， 请问你几岁啊？18。哎，你要好好保养啊！对，讲真的，没有差太多。好，不要难过，好，加油啊！加油 ，OK， 那我们准备喽，计时开始，加油！注意安全哈、哦，注意安全，真的。哎呦，你看看。手脚是不协调啊！哎，我们已经200公尺了，很优雅。泽面岭那边，200姐姐很优雅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正确的，我觉得要你的这个脊椎是要挺直，对，要挺直。然后其实它是用屁股还有大腿力量在滑。对，我们这边年轻人就是爆冲组的，就是爆冲型的。对，但 OK， 他非常的卖面，他在发苦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感觉姿势蛮可爱的哈。OK， 你踩错了。谢谢哦，我们先在旁边的。来，我们先稍微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先麻烦工作人员把这个滑步机，我们先撤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，是40，所以是400公尺。OK， 新人还是非常的有活力哦，略胜一筹啦。对，但没关系。我们呢，场上呢，就是先谢大家
等一下选手们呢，我们到这舞台正中间集合一下下。哎，所以真的好像大厉害，大家都成就解锁了耶，后面的九宫格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刚刚的九宫格都已经完全解锁。嗯，从美目前面都没有。你前面也是蓝色眼泪，像这个应该最近大家都有去，因为现在就是赏樱的时节，是武林农场。好，我们这边这台滑步机要麻烦工作人员帮忙撤一下，因为这个滑步机是后来才有，高美师，高美师傅是哈、哦，奇怪了，我也没多老，我小时候应该有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日麻那个啦，石门老梅石头很常去啊，以前常去，常去哈、哦，这我有去过，以前不叫石头，就叫石门老梅。哦，石门老梅，对对对 ，OK， 来，那我们这边要麻烦我们这个三位，聊起来了哈，很漂亮，台湾真的很美耶。好 ，OK， 那任吧，下次都是把那个九宫格给集合完毕了，给收集完毕。下次不要找跟这个年轻人打，真的，代言人抗议的了，但是成绩已经很棒，成绩很棒了，已经很厉害了。那我们这个来，我们的行动力队成员队员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我们先问啊，孝顺谁呢？爸爸，爸爸啦。爸爸几岁了？哇，不知道爸爸几岁，没关系啊。爸爸五十二年，六十，六十啊，差不多六十，六六六，没有，哎，五十二年是啊，十五岁，哎，刚好，刚好也是最适合的。是，去年有得到，谢谢。哎，我蛮贪的嘛哈。去年没有签名啊。OK， 因为去年爸爸就有享用了，对不对？是、哦、那爸爸觉得怎么样？但是终于喝完了。哦，喝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今年又在女人补货了。对，很好，很好。那我们是不是麻烦这个活力队的三位 winner 跟这个代言人拍个合照好不好？然后你有个可爱的发现加倍美好的这个可爱的、来拍照花，放得进来吗？来，大家秀一下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前方的摄影师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来，爸爸，吼，认吧。可以哦。请问看哪一台？好。这台，这台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那这边请这个先稍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背后这个背板先撤收一下，台湾秘境这个背板我们先撤收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收一下下，然后呢再拍一张照片是吗？好 ，OK。那要麻烦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哪一面？正面，换带面正面。好，那一样来合照一下好不好？对啊，子练，你帮宝宝擦一下，对对对。哎哎，定格定格，这个充满这么有爱的画面。哎，你怎么乱擦？这样会有点恶啊。好啦，你看，爸爸运动过后，对啊，女儿贴心帮忙擦的汗，对不对？哈，好用啊。对，真的就好吧，就是很拼嘛。对对，好，对认吧。是两个女儿来的。哦，也是，对，一拼生出两个这么棒的女儿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沈丽娜刚提到过了，今天那个现场大家这个除了跟你们组队可以获得礼物之外呢，还有很棒哦，刚刚有 QR code， 现场的民众。对，这个连我都很想参加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哦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先介绍一下这次这个金克林营养的礼盒，我们两个有一些很棒的心意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写的呢，就是因为今年是狗年嘛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狗年旺旺旺。那坏事呢就累一狗，好事呢就开花结果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，很押韵，很会耶。那任马宁呢？我是没办法，传统老头子，就是平安健康、喜乐、感恩。对，真的是来自于那个两代的祝福啦，都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活力的满满的感觉哈、嗯。对，所以呢，来，也希望这个获得了礼盒组的朋友呢，回家可以呢孝敬长辈，然后自己呢发漂亮，以前是个轨道，很美，然后呢经过改造之后，有用手机拍的吗？相机啦，难怪拍的真好哎。好，我们请沈丽娜颁发礼物来。谢谢，那我们请这个代言人跟我们的得奖者先拍个合照好吗？哦，很漂亮。对，好，来，一样颁奖。来，爸爸帮你拿照片，任爸帮你拿照片，恭喜你哦。那一样来合照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第四名得主，拍这个是我们的奇舞蹈，一样来拍照一下喽。OK， 来，谢谢中间的很有诚意耶。你不就十项全能，什么都会。好厉害！这是哪里？新北市中山区的法鼓山的总本部啦。
对，听说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的很美耶。是，来请 Selina 颁奖。有两罐嘞，这样爸爸妈妈一人一罐，对不对？所以啦，不会打架。家里就有一罐。家里就有一罐了，哇！太棒了，来，哎，任拔 ，Selina， 我们看一下官方摄影师第二名的带，来看一下什么地方？哇塞！跟大家分享一下哪里？哇！来中间，中间，九份，神隐少女，这真的很，这颜色你有后置吧？我怎么跟我一样，我都没有后置的，好不好？哦、OK OK， 有稍微调了一下色啦。哎、欸，这是用手机拍的、啊。哦，附身的啦。哦 ，OK OK， 好好好，厉害，真的漂亮，真美。是，来颁奖，好棒、哦，来，谢谢你带我们发现加倍美好。来，一样我来合照一下哦，看一下官方摄影师。啊，带领我们发现加倍美好，探索的台湾最美的秘境。谢谢大家，恭喜我们得奖者们。好，回去要这个照顾我们的长辈者，也有一位可以获得这个台湾的一日行程游一样。然后呢，会有这个小编筛选，会跟他做联络。所以呢，还是要请大家呢，随时锁定我们这个金客林营养的粉丝专页，有很多好看的讯息哦。那 Selina 跟板木旺跟大家分享。我当然最希望，我觉得做子女的最希望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可以很健康，然后呢，他们才有这个好的行动力跟好的活力，可以去看遍世界的美景，不只是台湾，世界美景都可以看到。然后我今天，哎，爸爸先讲的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很简单，就是祝福大家永远喜乐健康。我们刚刚讲过什么？有钱有权有成功，对，没有健康。都是一场空，是的。要记得，客人营养双效来，给你好活力，给你好的行动力，看遍台湾的好的美景。是，祝福大家喜乐感恩。耶、啊， yeah, 感谢任拔，谢谢你。谢谢。然后我刚刚呢，因为这广告我是跟爸爸用自拍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最后呢，我们可以也来一个全场的大合照，然后来做一个结尾。好耶，好耶，来，工作人员，我们准备了这个自拍棒，所以我请那麦克风先帮他们收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对对对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要请这个官方摄影师也上来帮我拍一下这一刻啦。对，退一阶，但是是不是要喊一下口号？喊一下口号，我们要喊的是这个双效配方，发现加倍美好。然后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呢在喊的时候呢，左右两边会有彩带的喷出哦，所以请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特效，不要被吓到哦。好，来 ，OK， 双效配方，发现加倍美好。是不是？对，是有帮我们捕捉到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问一下平面的摄影棚，还需要再补画面吗？好，平面，对，我们等一下好不好？我们，所以我们先进行媒体联访。